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近日，孙兴文在接受阿联酋媒体国家报采访的时候就表示，希望在世界杯舞台取得成功，南韩有可能打入世界杯四强。当被问及南韩能否重现2022年世界杯晋级准决赛的神话的时候，孙兴文就表示，冇咩系唔可能，我系国家队队长，与其消极认为达到呢个目标好困难，不如用积极嘅心态面对。呢次系我第三次踢世界杯决赛周阶段嘅比赛，我梦想住有一届真正成功嘅世界杯。前两届世界杯，孙兴文喺六场比赛入边攻入三球，但南韩止步于小组赛。孙兴文就表示，我第一届世界杯同第二届世界杯都冇成功，但我通过失败学咗好多嘢。而家我系队长，我希望我哋能够做得更好。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，南韩将会同葡萄牙、乌拉圭同埋加纳同组。好波唔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嘅赛事。